所以房间的这个，你无得嘛，做老板住这个，把这个地下地来地下放个元素，啊，就房间内底啊，这个垃圾啊，啊地砖，然后粪便包装，啊，下面这个塑料袋来地，啊，啊，咱个离开的时候，你看上家我离开之前，就把咱们都要，咱这个椅子。 伊也想起来咱这个监管的多少点，啊，有开车的学员哦，内当顺路，甲咱的学员哦，再去这个，可以讲南港街路啦，还是火车站，各地站有顺路的，啊，咱会使咧做这个防台登记，啊，啊，咱要坐车的学员哦，嘛爱先登记，看有顺路的，甲你载先来都叫车，啊，这几点来注意。 我是，我当兵的人爱烧精力的，哦，精力这个咱有工作，咱来这个精力啊，包括好，规划者，啊。哎，手机那边有。哎，你那里的？哦，比如讲，你那里的坑内很久了，好啊，很久了，好啊，很久了，好啊。啊，手机那边的坑呀，还是要拖来厝内边。无，手机你就在坑内那个地下底放回原处。 无啊，基本的，本地的服务呀。是，我那里有个收起来。啊，那个这条。哎，对对，收个地下地，啊，收个地下地。哎，对。时间嘛真紧啊，但是最精彩的节目已经要搁到位啊。哦，这个数学收价真重要，过来下晡过来，必须用过来中医大神的课，这真重要啊。啊，今仔天气也真好，我今仔日大家拢特别多，哦，这个代表啊，气氛更加。 咱的效果已经出来，啊，恁看见，但民政府就来了，将来都是发挥起来，扩展为这个表演的感情啦，我的感觉，民政府啊，新冠的日子就在眼前，最后一步，大家坚持，哦，大家加油。 这个代志啊，需要拜托各位。 咱啊，这个替换这个时间，咱有个主办，这个大专生的校友员，刚刚过来支援的，国民党帮我们管理，咱是年纪也老，一挂电脑安尼，从那电脑跑，人家安尼早上打起来，我叫你打，咱拍半点钟头就跑，实在对人袂对，所以咱们后面一挂在丢屁的校友员起来。 小诺啊，这里啊，有一个，啊，我是那优化的，我是个西安早点，有看这资料3000块，我那时候小的，我小的，你那个叫一个，我个收你2000，你不真的吗？不真的，啊，一百，一百五块我买了，你就这个好了，我是讲我，我开一万来的，我那个哪里不就好？安尼哦，这囡仔当真是在，这囡仔就是高利啦，哦，啊，我想这个办法。 你讲真的吗？我也不给我们真，我真的，哎，一个改一个改，好像把我这里搞坏，哎，这工资也没发钱发嘞，哦，啊，这几个方法嘛，对不对？我们再，我是讲囡仔哦，小女孩子稍微鼓励一下子，哦，我以后拜六拜五礼拜吼，弄一寡这同事啊，拢有些要剃头，去剃头开钱呢，那个只要能够给出钱，我给奖励2000块，好来。 来，咱们热烈掌声欢迎咱社华出场。来，请起立。医生，这里，请请。谢谢，杨立忠。 咱非常荣幸啊，吼，叫人物，会当请这个数华，我讲恁在座各位吼，这个暗时的时间吼，有真侪人去听数华的时间。这数华呢，伫咱台湾吼，上少上少的粉丝吼，我看到超过300万啊。啊，今日呢，大家拢真好运，啊，伫咱的树的最后一天啊，会当来请这个数华吼，小姐来。 来，甲咱演讲，咱搁再一摆，用上届的这个掌声啊，来欢迎，非常各位。
非常珍贵，大家班，大家好，我是邵华。有些人常常在跟人访问，那宋在台湾访问人的历史，啊，甲记录，我想我应该排比真好前哦，因为最近四东真出名的，就是讲已经访问过无同款的人头，已经超过一千个。啊，再加对1995年开始到今嘞，我想在咧拢算嘛，所以这个这个部分我是相当有经验，我想我。准备唔敢提示，不过呢，那出门去演讲吼，我若知影，我就有真侪借口。譬如讲，今日我若知影是蔡碧文教授有来现场，我想我半暝半我就逃走去啦。啊，我若知影讲有遮侪人坐伫遮，我嘛一定会倒会逃走。啊，今日倒去呢，坐无去灵车，我较想讲吼，绝对袂带家己赛车来，这拢是三个唔对。在叠加呢，我想。我唔敢承担讲伊个吼，即、這个监管的期待。只不过伊对1995年我是算学阮世代啦吼，学阮世代就是伫1990年那个去读大学，迄个时阵呢，啊，去对着即个时代潮流，对遐一路安尼行过来，我想我嘛是算开，算起款。安尼，大家拢想要到，啊，结果到无去吼。1990年嘛，一个物啊，到今已经是21年的时间，所以我伫访问的过程中，嘛拄着真多情的朋友，甲我打招呼讲，说啊，你袂记，咱20几年前，咱就伫底吼，会记头我见过面，啊，一个讲无听的声音是迄款真暗幽，耳听的声音的吼，咱一个讲都砰砰，搁惊到开。所以今日我相信，经过的吼，咱在座真侪朋友，遮尔有经验的，无你靠遐讲话，一讲有真侪出包的所在，但是当在的吼，我一个信条，这个信条就是讲，我讲的话有什么真实，什么真实的意思是，当了当时啊吼，倒边听，这边出来，啊，所以呢吼，随时和大家来指教，这叫做上尾真实。就是讲，我认真实，啊，但是上尾真实，我上尾是我真基本，一个信用。我嘛希望讲，用这款信用来甲各位交陪。啊，那个时阵呢，吼，我心花的较大啦，吼。来甲大家回想一段呢，吼，我家己参悟，讲这个做政治实在是唔是？因为咱一般咧讲参悟政治呢，吼。应该是指两款，一种就是到尾啊，伊终结的，希望去达到的是特殊的政治目标，不同选举啦，吼。当然，咱嘛有真侪政治领袖伊希望，这个国家伊毋啊，当掌握一个独立的国家，甚至是一个会当让人民幸福，的国家。伊若是讲第二条来讲呢，我想我是吼，我嘛是会当算是一个准政治人物。啊，是讲第一条，一定要选举，吼，安尼行到时的时阵，到目前为止，我都唔捌一天真认真去想过讲，哦，我一定要选举，吼。啊，为啥物？会想讲呢？即、這个不然一个国家会当独立，啊，这个国家那独立，我何人会当幸福，吼？我想，咱经过今日的一天民主的洗礼，我感觉为伫阿未开放进程，我想拢是差不多啊。上面这个差不多，差不多就是说，人生到底追求的是啥物？伫幼年的时阵，我所追求的是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的期待吼。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的期待，啊，个考好学校，啊，其实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吼，因拢是出面趁食的人，所以，嘛唔知考好学校伊的意义是啥物？大家知影讲吼，这个去考好学校了后呢？最后一滴科，他们讲有另外，我叫我妈妈来甲我讲，伊讲听讲啦吼，即、這个早起去拍卡了，规个早起拢有人吃风扇兼看报纸啦，伊讲有去看地面报纸，吼啊，中昼时啊呢，食饭过咱转去煮三顿，煮两顿吼，啊，煞来呢，下晡时啊过咱去接囡仔啊下课，我想讲。那也安尼啦，吼！啊，因为咱细汉的时阵较纯洁，唔知讲这真正真好，
那比较今仔日一工做十八点钟，当然是真好吼。迄阵会认为讲，人生还是安尼吼，一直到啊二零零二年对，2002年我有机会去到第一个政府，就是婚姻管政府的岛内职工所，我伫遐做十个月的这个市长职业秘书，我才知影讲，原来这是真的。迄个月下晡哦吼，早起大家上班的时阵是真正拢找着人，但是这月中昼过呢，一直到三点，差不多四点半人才倒出来。啊，咱知影讲吼，公务人员伊个点名嘛吼，要求为咱点名最高。啊，爸，你无听吼，我讲了多少？迄个会够人第一听无人唱个手。包容吼，好安尼，我来讲无标准，请你真指正。我老公就讲吼，他们四点回来时，哪会个约出来？啊，你要敬酒呢吼，那一家搞有诶个去啉酒啊吼，啊，这个有诶伫边啊倒掉，啊，伫咧附近啊，有啥物呢？因为只要人话者讲，因为未来个点名诶时阵啊吼，差不多咧十分钟内底走会到登来黑道上，所以互相来安抚对方。我在想讲，哦，到底政府由于是到这个市公所，到了市公所会当算是婚姻管政府的一个门面呐，哦，因为伊有十万人，对这个婚姻管算七十三万人安尼算起来呢，吼，伊用占这个七分之一，而且呢，所有的大厦啊，公务人员拢差不多比迄个所在，竟然呢。因为东南亚出个人啊，我第一届开眼界，啊，而且真正是想去做业囡仔下课了，我倒来等他，哇，真正是真好过日子吼。所以早时的时阵就真后悔，因为我无听老母的话。我老母第一个就希望我做公务员，第二个伊讲去菜市啊听人讲，讲的吼，你得爱。去补习班呐，哦，补习班真赚钱。咱家某林志升这个老师伫咧吼，今仔日伊有在莲花，这条这大条，当年嘛是因为经过补习班赚过钱。迄个我嘛是跟我听我的老母的话，迄个时阵就差不多对妈妈来讲，生囝两个愿望啊。伊若有在莲去补习班做老师，啊若无就是去考公务员的吼，啊那对伊来讲一定做蛮久。所以我们是安尼一个大汉，比较大汉的过程，上个烦恼的大概就两项代志。第一就是，到底有查甫人吼，有查甫的朋友要来交往，吼，啊，搁一个就是有头路下脚哦，而且是稳定的头路。我想就算是要反抗老爸老母，会安排，不过呢，也是一直真希望讲咱会当结婚啊，对无？过来呢，一旦有好的头路，一直到1989年，我想1989年发生真侪代志，在座的前辈跟我同款，吼，应该拢有一寡相同的记忆，就是像是中中部发生天安门事件，我第一下看到讲，哎呦，那有咱大学生遐尔亲近吼，尤其是伫中部的大学生，因应该呢，这个有真好个前途个对，尤其是二十一当前真不得了个，真够有人伫遐咧动这个坦克笑个光，啊而且不塔金克啊好好，我第一下看到迄个坦克车对伊个身体安尼搞过，吼，啊当然足侪当面啊嘛有人传言讲迄是合成的照片，不过我相信伫大庭广众之下是真个，迄当时有数个吼。等到我伫遐唉声叹气，讲哎呦，奈安尼时阵，人甲我讲，啊，你讲你今仔台湾吼，发生类似的代志。我咧讲一年，讲一年诶，是啥物啊？四月七日，真是被人用为着跟自由离婚。哦，个人咧，是即个五月二九，是吧？对，迄个张永华，哦，对咧，啊？五月十九，吼，是咧。给十天，我有十九年吼，咱伫凯达格兰大道头前来聚会。迄阵我常常在伫
第一个伫头壳内底出现讲，哦，原来有人会怎么形容？因为着公共事务的代志，伊追求的是正人的幸福，伊追求的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自由，大过每一个人的生命。咱一生什么上特别珍爱，每个咱珍爱，拢是咱的父母，拢是咱的先生，拢是咱的爱情，更是咱的边仔真侪爱待咱、尊重咱的人，拢是的，是啥物？是咱的生命嘞。啥物有比生命搁较宝贵的代志？有当时有着要为着家己生命延续，所以你看咱真侪是大人，迄到尾也嘛是的，兄弟亲情、弟仔。夫妻拢无烧钱，为虾米呢？迄钱的地点在哪里？钱有啥物地点在哪里？为着家己的生存，一定要自主，会当快活，会当幸福。所以，你只要讲就是讲，生命的因素是对人来讲，是哪里唯一伊会当掌握的。所以讲到这，你讲就是讲，既然有人伊安尼的时阵，我要对我的生命完全。生成一个专业，可能吼偏向咱个有时阮大家庭出世个时势，本来咱个真容易尊敬别人，咱个真容易嘞，感觉家己个生命是真卑微。哎，别人都会当轻，真轻，真容易，把伊个生命奉献予社会时阵，咱算啥物啊？吼，就会生成即款真追求甲崇拜个心。一路安尼行过来呢，一定有几个口痕伫大家己个头壳底。第一个口痕，当当若是你想要咱，想要倒来时阵，就出现一句话，一句话讲：千万不可伫咧历史上发生。什么款个历史呢？就是即个社会要改变个历史上发生。哦，我听着真侪，原来是咧做医生个。原来是伫教会内底做表演员、做老师的，原来是伫国外做教授的。因拢呢安尼啊，变转来来到台湾的即个社会政治场来集合的时阵，心内真侪，真正有真侪感慨，啊嘛真欢喜。即个欢喜就是讲，哇，咱有知着伫咧台湾的历史，伫咧要转换的时阵，咱会当安怎？咱要跟着遮个前辈的脚步。不过，他都有讲到目一个面，二十一档哦吼。这个二十一档，我实在袂当提示讲，渐渐我嘛变做是一个爱为家己原本负责的一个人。我已经袂当提示讲，各项代志拢是别人的责任。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实在是把怨叹就对了。因为我遇到别人的时阵，啊，家己就愈怨叹。我有真侪脚通来当拼，我讲讲几个例，我想即几个例呢，对我未来讲，可能咱若听搁再听。譬如讲，1990年那是我第一代行向街头，啊，结果就真出名了，就知影。第一讲，一直拢有一个互拍死的女学生，其实迄个女学生就是我，啊，无无互拍死啊，迄阵是校门村在做行政院长。啊，真侪人咧反对军人干政，我正要搁咧读台湾大学，第一下就街头，我唔知影讲吼，警察是咩拍人诶，唔知啊。第二个新目标，我读过册，警察是人民的保姆，那会使拍人，那会拍人。而且迄阵做流行诶一句话就是，警察若伫拄着流这个流行诶特定诶时阵咧，打不还口，骂不还手。所以有時候我想要去他創逼一下，跟罵看看，跟他打看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不還手。但是我們是目標對應才是三點這麼尊敬的時候，欸，透早我已經在那陣是七點多八點的時候，在中校當無家頂家家的街口，我看到有一班人，一班跟各位都生做要生要生，有男有男有男，一班差不多十幾個人坐伫涂骹，坐伫涂骹咧，后边头有几百人诶，警方部队。诶，我看咧，讲迄个副局长边仔看，伊讲，各位，即卖你若不赶快走，要驱散。我听无驱散是啥物意思？驱散是啥物意思？我想讲，
啊，人头前坐一排椅仔，啊，崔善后壁几百个警察，啊，崔善是不是？伊若毋走，就要甲打倒去厝。我头壳想无啥有，因为我想对即款个内容是对我来讲是无可能产生个代志。但是真正是说那时迟那时快啊，我目睭袂忽闭两个，去真正要打倒来。迄阵我搁去这个去受训啦吼，有一个叫做当迄个啥物事考兵吼，有一个训练，迄个训练内底我拄着朋友，伊甲我讲呢，咱人吼，若要救苦上基本的一定艰苦痛苦。我嘛想讲痛苦到底是啥物事，靠真有一班人吼，啊，一班人搁为着当中师傅坐伫遐，啊，即个无走呢，对个。规划驱散，所以我想，我其实我唔是真巧啦，我是因为唔是真巧吼，才到老毕家人家。我想应该爱艰苦，所以我就甲坐落咧。啊，坐落以后，我想到头前一百蚊真贵，大家知影讲叫菜嘛，要真正过来时阵一定要走，我袂甲我讲啊。结果大家走，我感觉真真啦，我边仔叫一个查甫囡仔吼，迄个查甫囡仔像我少年嘛。大家互相拢会希望对方有青春的啥物安尼吼，所以一位迄个大哥嘛，慢慢就怎样坐落，坐落当我问的人，我本来是伫夜头顶块在看到，我问人我两个真正打到牛面的，遐咧打过了吼，第二届，第二届，但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就边境啊，啊边境边啊有一个人话讲，啊伊个说时吼。你说是六天，我想我说是六天，够跳起来，我来飞嘞。飞嘞了呢，心内底想讲，啊，等下上来要安怎？我唔知要安怎。我边仔迄个查甫拢出去甲我牵啦，我想讲，大概是要牵起来坐好。迄个二十班个人问伊讲，唔是啦，是牵起来要变安怎？哈哈哈！我讲唔对，所以牵起来两个都坐起好。哦，第二届我就静静啊伫听吼，真正人分三种人嘞。更惨啊！分三种更惨。我大过吼，你知影？咱听讲吼，人到迄款要死的时阵嘞吼，有人会假死，啊有人嘞吼变作凶恶嘞，啊袂紧张，啊无一种但是我伫笑嘞，那是不是真三种的叫？那你个变个真安静，个变个真勇敢个，这种极种人。我静静伫遐嘞，可能只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真正会当分辨，我会更惨。伊甲我打过来时，伊伫边仔安尼坐，简单一敲就掂。结果有咩吼？伊个红色个，即个人家较难看，就是有当时伫前方标吼，较无方向感，啊，标在伊个路头前去安尼，甲你挤过，啊，迄个十几个敲，然后又去向旁个。啊，迄个有咩？可能人真暗淡，伫生气，毋知是甲伊某人家，还是去哪边个，还是再去互伊叫我讲啥？迄个提醒你啊，头过一个外头在站一卡，所以嘛有呢，我严重严重，脊椎骨挫伤，大腿内出血，胸部内出血，啊么过来一边呢，一块大量嘛无事，我等下我起来先听下一边听无，真正是那边有地方，就是讲在那个那边有地方看到，迄阵吼 VBU 叫咧喷一块那只，嗯，你在大概怎样喷喷汤水？哎，伊做秘书伊着，不单是辣椒水，但我单是红水，就是要来做一笔的着。啊，有的是喷迄个白沫的着。我后来发现我当倒伫一个白沫内底啊，啊，嘛是真勇敢。迄阵我开始想讲，哦，警察原来是安尼，我破即口想破即大口的着。当然，知影讲警察果然是安尼，而且伊会安尼的时阵呢，开始变勇敢哦。我记得第一个反应就是。目镜吹气啦，目镜尔戴到吹，啊，无偌久人佫甲我看，我讲啊，你后边穿白衫啦，啊，戴到我下仔面正歹看，我伊讲好现嘞，我伊上我安尼讲，我袂无我讲不头问几句无，我话讲你穿伊领衫吼，后边安尼戴到我下仔面歹看，我想想到安尼蛮对，啊，你知影迄阵附近吼，常常咧有咧趁即款赠品仔吼。卖 T 恤啦，还是卖 N 层的啦。我是无去买 N 层，不过我有去买一件浅色的 T 恤来换换起来，一件白衫就对。我后倒离开很久，因为我目镜吹起来，去配一支目镜。
有人甲我吐吐，因为我要甲写字嘛吼，要甲迄、那个，
你把我吐吐吐，讲讲叫我闪闪边啊，就对啊，因为我有一台车对吧？一般一般，你坐的一般车啊吼。我第一个看到原来人吼，那清楚，迄个参加啊同款，青蛙啊吼。我做一个动作给你看，你知道我有多恐怖？哎，你知影吼？当那个气泡泡在大面，会，我真正面皮开开来，这个慢慢爆开。我出来一条什么竟然安尼讲的话？因为我袂反应过来哦，当然话我要强调，我有知影吼，我怎样强调？另外过一台车过一来，我来到看到那出。一直见吼，我把我多忍耐，我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因为迄天我也袂生气嘛。所以当当我也大家咧看，看讲我搁顶到物件时，大家咧看，看讲，就是讲到底在咧看啥物啊？因为迄个地方了解，咱出多少人到人春风，毋知大家会记无？迄个时代定拢安尼，啊，我有计时间解释，大家搁咧看，搁变动吼，搁前进的时阵。竟然叫我倒安尼啊！啊，有一届有个人讲话，我听到对啊，我讲我支持这个伊。哦，我话晒在那边的，因为我伫前两天看咧看天公伯啊，想我看到一个人咧，三页刚刚有一个老伯同款，这个物件一盒起来到底，我在想讲，奇怪，这敢毋是咧看电影带来发生的代志？啊，然后呢，无偌久，我也在外头街。一个刘伟，啊，搁有位刘伟，我背靠伊上，伊行一摆，然后随家在骗他阿秋，谢谢谢谢谢谢，我是讲一个谢谢啥物啊嘞？啊，搁一个内底嘛，无谢谢，伊讲吼，我已经伫内底打了辛苦而神圣的一战，而想讲我有回报甲支持，我想讲我一直靠我爸到我休息，那也谢谢我们的支持。啊，想讲今天就吼，咱就到这为止，我们到这里结束。你看人面面相觑，你知影即马到底是安怎？因为这经过这么恐怖的，台湾讲的，你不要讲叫做高山啊，吼。但是呢，除了咱伫路咱路边人看到，有真侪人真正是话，咱团里头家，啊，拢目标的是颜面。这些的过程，有甚物事吼？来，领导来，来，当然谢谢，谢谢，谢谢，多谢支持安尼。啊，结果大家都对伊行。其实无吼，这个对我行无两三百公尺，就开始有人唔捌行，伊感官啊，所以就开始头先我所讲的，有人变公车，变公车，等于长计时，长计时的对。迄天开始，我有啥物要定一开始的时阵，甲各位搁沟通一段。因为我真纯粹搁幼小年轻的心灵啊，我开始有做在活动的时刻。我生活中的叫怎奈安尼？我生活中的反对党的领袖奈安尼？包括伫内底有一排的人，差不多二三十个，因为伊外关系嘛，就是无讲。啊，所以因另外徛一个所在，啊，有用一个线围起来。啊，外口呢，有一段时间啦，吼，因遐是算一个安装铺，外口人吼拍到你死嘛，要倒入去内底。计位啊，拢无在，就是咱这个为了流行吼，咱的三省一款的纠察队，拢无在。在我第一摆想讲，对，我奶奶。在后改革，吼、哦，啊后这个刘伟把恁来解释，后建设，建设以前跟刘伟在阿七个时阵，是阿了真顺利吗？阿奶阿奶，阿过来到出外口的时阵，我看到原来民进党分做比较多，当新潮流，这个新潮流迄阵讲话都较冲啦，吼、哦，啊所以比这个红派这边，啊比较多呢，伊比外口，明年知影另外一条街啊，伊比中山南路啊。明知影边一条另外一条街啊，人去拍到半死，结果有伫遐呢吼，阿龙哥来演讲，我后来全看无，啊后来眼睛吼，我安尼敢若拢咧变不小吼，毋过眼睛我无老久有出国，吼，我嘛咧想讲真奇怪呢，啥物眼睛我迄阵是规个场诶负责人，啊，伊奈随走出国去，
我老父陈文倩，吼、哦，啊，甲一个朋友因为共名共点出来吼、哦，因为无想要做人生的工具，啊，所以都爱甲因的老名请出来。啊，真正有安尼，我若讲唔对，人来甲我纠正。第一个我听到讲社会边缘人，不如你讲怎样？社会边缘人，这不是国民党讲，这也不是共产党讲，这是民进党讲。因为伊在跳开讲，因家遮个天气有倒来人无共对吼，所以伊讲遮人吼，就社会边缘人。讲社会边缘人就是无固定的头路啦，吼啊，规工黏黏伫街头，所以迄阵号街头圣战士。你知道在哪听啦？这名呢，这好名，其实是来自民进党，伊搁甲街咱街头的朋友分做几样组。都有阿秋做，有镜头做，有蓝金组，你知咱听无？有一个蓝金啊，吼、哦，啊口腔组就是吼，即、哦、摆开始要有名的时候，一班人来徛伫头前，啊，甲变成一定美一定美，美了了就走开了呢。应该做即款的分享。我是呢，你想讲靠家己的人变互人看，不然咱都在读的迄个中考成绩拢无啥共款啊。咱读到伊就讲。你得这个位呢，吼，分上来排这人就对了。啊，你到底比别人搁较头前，吼，啊，你上家比别人搁较远。所以，也是因为这款因素，阴错阳差，啊，无照你讲，我可能嘛去做永远努力，啊，怎啊对人去相敬？我一个情况嘛，分到上面嘛无一点吼，未安尼，啊，都无机会来遮来甲各位来做一个分享。不过我是讲，因为一开始就看到真复杂，个人生，因为二十一年来呢，我是讲这个人生也无假也无假，就是安尼啦。啊，但是咱人比较难改，过去呢，拢有真侪真新鲜的口号，譬如讲，咱嘛常常听到，选举的时候拢讲，这是反动历史的一刻。这是这个天高地大，这是四大名人的一等，这是什么鬼？以前最好是得的是第一等，这个呢，你做得再好几下都有病。总是呢，难怪我做波声来响吼，雷声来叮当，那个人怎？那个一滴用吹掉了，一滴刚刚讲，那家伙叫你干。那你在你的书中，你书中消息，那你在你这个新鲜的每一点，刚刚在怎么找我去分享，各位人都出来讲，你含泪投票啦，含恨投票啦，不过人讲讲啥，咱咧斗转台票，哦，你看我人分享，咱咧团结，你越来越觉得不应该分清楚是非黑白，有啥物？因为哪安尼想，真正报考都行袂去当。所以，新歌因为招比卡卡头前，安尼伊皮毛菜皮毛菜皮毛菜，我塞那我塞出给你上几多稿哈，没你没你吹啦。我有偌侪不稳，我有偌侪要求，我有看偌侪历史的，我不稳，反正不是该当当当，命运的唯一的机会。所以我都要去生病。但是那个心哦，跟那去搞土豆粉，还是搞啥物，还是新生同款，一边你好烦啦吼。包括咱个肉体嘛，咱好烦啦，因为特别到咱外头看咱家己，能够手扶扶机之力，出无百家之难吼。啊，无你选举，无咱个人当安怎？啊，所以咱也看到今年选举内底哦，嘛随老师出来算，我随老师出来算，那么说唔知要安怎报名吼？因为就方面，当伊嘛要讲政策来请，伊请讲到差不多十月时阵吼，就是讲十月、十一月真正要登记，伊迄阵要来个。蔡英文做一个民调，那输伊就卖算了，人伊公开讲的。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甲运动的中间，好在选举甲运动，各位恁可能因为恁的意见真侪拢比我较侪岁，拢知影吼。先来画出来呢，先了有。
现在有上早的时阵，伊是要行上路无路线，但是到尾来伊讲啥物？进入体制反体制，吼、哦，进入体制反体制，你捌听过无吼？所以后来林三连老师伊过身啊，加到理论，一边伫咱一边伫我，吼、哦，这个机会路线，加街头路线，爱有配合，我根本不是不能做努力，所以。这两个人提升到最高境界的台湾基督徒啊，一共三名，一生不得有什么一个终结都亡国，不是啦，这个不是讲标到唔标，即摆要讲的是讲咱的历史背景啊，咱拢捌好即款，他别讲，咱嘛未互相讲到底会通还未通，但是呢，重视。听起来感觉复杂，啊，不过简单的一条路。咱咧为这个路呢，有人有参考，有人徛伫边啊，伫遐赞叹。咱拢互这个声音吹着啦，一直到今嘛。到今，咱来看最近发生了几项代志。民进党这两天赢啦，民进党这次，因为刚刚其他人物拢民进党，其实不是啦吼。讲到民进党，其实咱是要倒转来思考理想甲现实的距离。这个距离无一定是敢存在着咱甲民进党中间，有可能也是存在着咱家己本身的理想甲现实的中间的距离啦。我说咱组织起来嘛，话不大细声，但是出到外口了，我们还是无话片啦。啊，我们那嘛是困一个中国人，还是困一个中国人？啊，咱半个人来调动起来，是咱是无人话啦。哦，啊是上班的时阵拄到一个，虽然是台湾人，不过伊做中国生意的头家，伊讲伊有闲倒来提迄报表啊，白皮包啊，恁管叫你白话，当安尼歹看，你嘛是无用得到啊。所以有真侪现实，甲你社会落差，我想咱拢卖一百人，嘛卖八百人，但是用这来看讲，有真真正有落差。我想要讲的是来讲呢。你用最近的动物算出来哈，动物，我不然的动物，他就讲我家己蛮真肮脏。这个肮脏不是讲我写说话有班滴滴讲话，有人讲我去杀鸡变成鸡，这个去买土，不是买来有一个敢那有做中国工人，什么中工会还是中什么会哈，白说话，我搞不懂你这个。那你两个要看，哎呦，那有一寡四十几岁的。四十几岁囡仔，吼、哦，安尼讲，因为徛伫政治，他唔是讲这样算青少年，啊，当然是老正常，因为有拢二十岁，从安说，学院士当中，有三个是这个蔡英文的发言人，啊，有第四个发言人出来标啦，七加千啦，伊讲，咱个三个拢有牌，啊，干那我无牌。所以我们讲，那你无人推荐，那无人推荐，无爱试试的讲。但实际我们讲，我们讲，真看你看到讲吼，大家己的选股团队，无认真伊都摆伫安怎名单内底，真侪人分析啦，讲这款的选法，未输你家家己讲，这个状况未使，彼此都有信心的。所以，皇上几个人去里头聘几个人来讲话，啊无，大部分都嘛是先聘。伊讲呢，咱做伙来拍拼，天下若拍着了哦，啊要做啥再来做啥。啊，但是呢，即卖副副，伊总是代表民进党的啥物？代表民进党的一个能力甲形象甲价值嘛。过去咱知影讲，民进党伊个副副大部分拢是邀请啥物人？社会的现实嘛，吼、哦，啊，有的是学者，啊，嘛有呢，即个弱势团体啦，我主任啊，像即个我主任的代表陈英班，第十七名，无算伫安怎名单内底啦，吼、哦。即个部分曾几何时，想要不分区变作另外一个民进党内部派系的代表，吼、哦，啊，贾定点加宋金昌。两个人呢，你讲啊，阮无代理安全名单顶顶，啊，其实是当看嘛，咱看
你有缘来百姓啊，凭什么你有缘来百姓啊？所以我以前捌介绍我的朋友，帮带伊到我吼，但是我嘛想讲，伊想当来百姓啊，啊来伊名谢系啊，对吧？吴敏瑞、段宜康，伊拢做过拢无伫吼，你话当啊？段宜康啊，对吧？吼，伊嘛来伫咱中央当两辈。吴敏瑞嘛是同款，吴敏瑞就包同款，伫快乐联邦主持。叫你讲，我嘛去甲我讲伊个事。我咪讲就是讲，即有名都天才了，吼，一个人，毋是讲有办起来变，无办起换款啦。伊说无明白，你即种变价代表，变形象代表是啥物？人去问创意人时，创意人甲人讲一句话，伊讲这是最好的名单。啊，其实吼，当人上欠款的是啥物？自信心啦。过去变就是跟咱同款无自信心嘛，所以若有媒体去甲问看，伊就讲微博咧，如果无做，如果无变安尼，如果无变，因为低工商面人就会当在吐嘛。你去看创意文的回答是双高五中心，这是最好的名单，啊、所以大家拢要你，所以这边咱都不要讲金豆豆。真正，我们在蔡英文面前会自叹不如，因为自卑的关系。即摆你讲有啥？我家己个人，也是算幸运啦。对2000年开始，差不多伫大选的时阵，我拢有，有的是街头，有的是门票委托，啊嘛是家己职业的关系，因为家己有退吼。我去比票，两边所退出来的白皮书，其实白皮书你是真重要的吼，白皮书伊。伊是一个总统，伊所有政见的累积拢伫迄个白皮书顶管。我记得2000年的白皮书是林嘉祥先生，或者做眼科会主任，伊差不多抱大通的学者做一下。伊个第一个就是提，就是伊个白皮书发表一天，阿边啊出来念迄个单边的白皮书，甲内底写都讲无难看。伊讲绝对无要打水，结果人家这下是要打水死啊！那安尼，所以对于这种来讲，咱比较蛮方便，就是讲，下面会是为人家中央选择的人是就会了。哎，到尾也无话过呢，国民党嘛，我民进党伊嘛提白皮书出来，你就开始慢慢发现讲，对2000年、2004年、2008年，到今个咱来再去看2000在几年。提出来白皮书应该是两栋吼，我常常你讲，你若敢行伫涂骹，包括是表面选举，包括是关系表选举，各位，你若对台湾投票单位不管是白皮书啊吼，本调的、市调的、如意的，还是总统的，你拢在行伫涂骹，我等下咱甲吹落安尼啊，大家去捡，我甲恁保证，你若看得清楚的吼。可能十个内底可能无到三个，因为啥物拢写啊同款啊，代表的大部分拢是啥？我有背吼，啥物发展观光产业啊、文化创意产业啊，吼，啊啥物绿能啊，啊迄、那个拢从人在嘛对无吼？啊那政府的大部分一定是啥？减少贫富差距啊，是不是？哦。啊，搁嘛是哈，教育、观光啦，是啥货？其实各个物件吼，拢共款。咱伫遮个时阵，一边去回想我头仔一开始所讲个，就是讲比即个在当代，真济受着启发、受着启蒙个朋友，一再甲我共款，每一届算计难到，拢因为。袂使伫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台湾社会哩改变的时刻发生，所以我算话呗，我算唔情愿买白出来朋友，我想讲个当讲，我讲到底是安怎？既然遮尔啊重要，想看会当表现伫白做乌字，证明人物伊上个生意的正格顶个，就是白皮书嘛。白皮书的白话写落去，还无出个你拢唔讲的啊！你遐顶管教育讲，应该会当看到普及，会当看到什么叫做历史的，会什么了？啊，
其实咱比较内底拢全拢无看到。啊，但是呢，咱有看到啦，有看到，只要你毋是主流的，就开始发呆到。比如像刘世坤，其实我嘛是真尊重刘世坤，不过我嘛是爱讲事实。刘世坤伫咧总统初选的时阵，伊是民进党内底上斗的，啊，比如讲像这个台人。台湾2004年、2008年，拢在讲有咧讲，爱为弱势啦，吼、来打拼。也是讲咧，这个爱行红绿路线，就是讲经济袂当来挖去中国。但是到即卖，我做一嘛吼，今日拜今仔日拜天，我做一拜五去参加今日六八餐会，来对讲啊。金独金独为经济统一，政府为政治统一，文独也是文化统一，拢云南，你拢云上在懂。可是，咱韩信学生不瞒讲，台湾将自己的统一，一个国家将自己的比，迄、那个统一兵团，伫迄个国家内底的人民，那么当过有平衡日子，一个国家，那么刚刚讲到底什么时阵？才有可能来达到伊个理想。每个人行到的，拄到的处境，咱拢同款，咱嘛拢听到。上面有个换了椅子，换了脑袋，是吧？这个月伊有爸爸坐伫阿扁个边啊，问过阿扁，阿扁阿公是个是老婆。你做议员的时阵，你个胆敢看到？甲你做立委，甲你做市长，甲你做总统。你喜欢去教导的，那么就是踢开咱家的路噶，所以我们就要讲赶快的。但是，那么是要搁倒转来问啊，要搁有超七个月时间是无？七月底月到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嘛，要搁七个月时间。这是人讲的讲真难的，四年一届，人民会当做主人的时间啊。这个时阵，消费上大，人民上大，出来人民都无大。在这个时阵，有啥物任何的可能性？咱会当活咱，不是正面人物，伫咧吹迄个吹高声，伫咧压迫人民，是活到正面来讲，人民有代表，有一个啥物反向的压迫。来合家政治人物，那是民进党、国民党、双湖、北沙政党拢无要紧。今仔日咱搁听国民党的马英九陈新颖嘛安尼讲啊，伊讲起诉李登辉是咱是正面党，只要我马英九在位的一天，我绝对反贪污。啊，敢真正真诶，伊。在2008年时阵，面是讲在拼这个食中条，啊，其实是在拼糖水饼。迄个阵嘛是反贪污啊，甚至大胆到讲二十八，伊嘛讲二十八在阿扁啊，拢共款啊，就是贪污的政权，咱来让人民反对嘛。啊，二十八贪污，贪污讲这是一个贪污的政权，所以。对啊，让人民来唾弃，但是讲真正有影，其实咱看到2008年到2012年的这个中间，有真侪匪夷所思的黑金条款比较崩溃啊。过去，咱讲迄个农机会都干什么选举？有诶二审定谳，讲即摆变三审定谳啊。以前你若伫选举内底选立委，你可以算错命着。二审定谳啊，即摆嘛要三审定谳啊。而且以前讲报案人都一定爱结信，爱证据，啊，即摆爱落去，即摆会当做信做甲煞啊，你可能嘛毋免证据啊。迄明明白白甲你讲，贪污无要紧啊，贪污无罪啊。啊，这嘛是明白，啊，搁有咱搁有啥物阳光执法，阳光有三法，有八法，啊，无你当着啊。但是，那有要紧吗？那是要到另外五中有没有一百来人的凶事？拢有凶事。啊，那么我们知影讲，这当地是安怎？所以有人在讲什么？怎么办？不过，
家即是要平乱吼，第一点。我要向大家今仔日拢答问题出来，我嘛是其中必须搁遮个问题，尤其是伫在一当后，我每一日拢咧问大家诶，到底到底到底要要留诶？到底有要生无？到底有要继续往东生无？啊，毋过特别讲啊，即马台湾环境好歹吼，就算要住往东嘛，比过去也真困难。不过，我真欢喜要来当各位分享的是，六月二日，也就是几天前，我办一个大部分的人讲，迄算是成功的一个礼拜，吼，一个大条，何去何从？台湾的能源政策，以及个论坛。啊，这个论坛呢，其实伫咧办的中间，我嘛是真痛苦，啊，且。唔知道要安怎，不过因为有一个制高点，这是我最后要投票。迄制高点是我去想着讲，日本为着天灾死两万几个人，为着幸运外泄，这两万几个人有真多人，因甚至因的尸体排伫外口，放落一个月以上。无法度去收拾，因为人民嘛，因为这个疫情外泄，所以无法度倒转到伊个故乡去做真济甚物个工作，甚至个研究伊回家乡。我伫想，台湾离日本遐尼啊近，台湾人伊个为这个部分有一个思考，我感觉我有机会。自然委托，虽然讲，迄只是反协调，也是协调检讨的系列内底一个真真中间的一件工作安尼尔。但是我感觉，所有台湾的政治人物，你得问嘛。但是你外头人看迄部电视，生的两万几个人，啊，甲伊来参叫，你也感觉家己真幸运。我也感觉自己很方便，所以我也要跟各位，其实我本来还有准备一些二十一世纪这几届世界大会的一些例子跟一些故事，那个故事有可能因为第一届时间到，我跟人家说，我还有一阵，我要跟各位说的就是说，在国际上虽然咱嘛对人流行，有甲人抢虾米两公用，哦，政治宽容甲自民的公用内底呢，其中也有讲到甲自民主权。啊，林志升老师嘛替咱找出真多，国际法顶端，咱会当徛挺挺的依据。又唔过，我咪讲还是，但是。咱伫国际的政治的场合，甲国内政治的场合，其实有一个论述的所在啦。这个论述所在就是讲，我若袂讲，我若袂听伊啊，我常常拢爱讲伊的话，比较好心，家己好。政治人物伊讲的话难准守，那安尼咱就唔免安尼蹉跎个十一年，可能伊人在那个孤单啊吼。同款，在国际上，我们是国际法，所以我不是在跟林志升老师唠嗑。我要讲的是一个现实的所在，就是讲，国际上，中国有制定真侪公约，包括对咱来讲最近一个，这不是公约啦吼，但是这嘛是世界里面流行的，叫做什么《地位财产权》，我同款。表面上咱看起来，伊嘛是一个口号，伊嘛是一个会当提来做评估。那么这个评估，真正发生代志了，是不是公道了就无代志？是啊，像康索洛公道了，一年嘛不好。哦，那么一般判了都会当政治宣布独立有无？政治宣布独立，像咱们部委一个，我看到。
咱再来分比较吼，比赛的威严和独立的，另外一个国家。哦，台湾部门是当地文教部门是科所务，伊那是伊用伫伊用伫我面甲伊用伫个面，都已经讲家己是科所务部门部门，哦，伊个也是够惨，伊个根本也难能合作，来托管了哦，不然家己上报无去。而且内底有真侪故事吼，咱发现每一个故事拢是足独立的。拢是足够的，台湾的，咱到底是要肯定倒一套的故事内底？咱要行倒一条路？我伫想，虽然我唔知影结果是安怎，结局是安怎，也毋过呢，应该有一条路叫做行咱家己的路。啊，到底行咱家己的路是透过公道，透过这个嘛有人主张吼，讲比降低。先得到证券了，我们再来得到主权。所以呢，这个这是相当的。我想讲嘛，布鲁斯啊，布鲁斯来讲这个，就是体制内的朋友，先去提到总统了，啊，再请总统来上报朋友。顶顶，我伫想，从规尾应该拢是只有一个可能性，无管是国内国外。伊的动力甲伊的幸福，不然拢像我爸爸讲，比较欢喜家己好。在意这个国家的动力的人，在意这个国家的幸福的人，只好家己做主。我想这嘛是即卖咱住伫伫遮的原因。但是呢，坦白讲，今日我看到各位遮尔有读书，而且每一个人拢遮尔重在，遮尔认真伫听课，我嘛相信。这已经不是第一代，只有咱来开来拼命的人，咱的自信也拼命的人，咱的经济嘛拼命的人，我们至少嘛要一点，咱的精神的人，就是一个真可贵的精神。所以，特别讲这条路这边来吼，我差不多接二十通的电话。一边吃，啊，一边在创作，一边在运动。所以，对早六点的气温刚来到家，就变碰气温。安尼是二十来分，啊，不到三十分钟时间，对大家来，安尼嘛算紧啦吼，嘛算危险。啊，为什么呢？其实嘛是因为一点精神甲一点心。这个精神甲心吼，不是我来的。因为常常阮伫内底人已经拢很疲倦，我感觉是各位伫咧等待的一份精神甲一份心。我真希望，我真希望对即马卡达，我想卡达嘛是一块土地吼，大家在地卡嘛是够个大，一小片的土地。我真希望讲对即马开始，当然唔是用化学的。当然不是用迄个建构，安尼一直安尼一直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追着，是真正真心互相去感动，因为咱有看到对方，咱嘛有看到咱家己真实，啊，咱嘛有知影这条路要行两步。我想，在做未来有可能就是变做真好的经济老师。你讲出来的比我搁较正确，你讲出来的会互大家搁较有信心，但是重视。我想，迄、那个精神，伊会表现伫每一时、每一刻，我算是真细项个代志。啊，因为我相信你伫个等我，我嘛相信呢。咱无伫遮，等无到无算，所以人就倒过来。啊，嘛因为看到各位遮有精神伫个听课，所以呢，家己就毋敢排班，讲个每一句话。明明是在破烂，买变做平胸；明明是乱谈，买变做是平台。我想，那有可能再多真侪机会，跟万万的头人，万万的头来。咱的心就是咱的头人，咱的精神就会当活在头人，也感觉开始较感动。我想，真卑微，不过啊，之后变即马安尼开始做起。我无了解这个
今仔日是不好上，请各级的老板请大家休息起来。好，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把欢迎来到这个 VBA 和这个主席。好，好，起立。余姐，哪里？好，谢谢。那么时间呢？基本上时间不会了啊，才会延迟上六分钟啊。啊，基本上六分钟，像这样的就很多的啊。Thank you.